好的，同学，我们这部影片将来看到 beta oxidation。好， beta oxidation 呢，大家看哦，它是强调脂肪酸的代谢。那至于那个什么 alpha omega oxidation 呢，那是另外的东西，我们就不讨论了，我们就讨论普生里头会讲到的部分。好，那 beta oxidation 哦，是说我今天脂肪酸它本身大部分大家知道，因为它生合成的关系，所以通常都是偶数的。除了少数的那个，比如说像细菌的生合成啊，或者像反刍动物，它本身有养了一些细菌在它的胃里头，那才造成它有得到奇数的这样的奇数碳的脂肪酸。好，所以我今天如果是偶数碳的脂肪酸，我要做处理的话，我通常都是两个碳一组把它切割下来。那两个碳一组切割下来，要怎么送到我们的有氧呼吸途径当中呢？当然就是最有名的这样双碳里头的物质，什么 acetyl CoA 乙烯辅酶，好，最重要就是它。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就是 A 是先看一下文字，好，这个 A 讲的是它的什么？它的理由就是说，哎，凭什么它叫做 beta oxidation？ 好，不过这个是蛮那个偏生化分生的部分，而生化那个有机的部分，请自行了解一下为什么叫 beta 碳。那我们生化主要生物主要是了解它怎么进行反应。好，所以同学，我们先把镜头拉远，好，稍微看一下最右边这张图，这来自普通生物学的图。从上到下呢，就是我们这个 beta oxidation 氧化脂肪酸的过程。但是请注意哈，开头的地方这个部分消耗一个 ATP， 得到 AMP 加 PPI， 好，这个东西 PPI 我们称之为焦磷酸。好，同学，焦磷酸这个物质啊，其实相当等同于我们把那个 ATP 视为它释放了两个高能磷酸键的能量。好，但同学请注意，你目前眼前看到的这个图片，它只出现一次消耗 ATP 变成 AMP， 然后两个高能磷酸键的情况。好，所以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起始，这个算是把脂肪酸给活化，它才能够继续往下分解。好，所以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好，那这个 ATP 变成 AMP 之后，其实这只有消耗一个 ATP 分子，可是我们会说，哦，这边消耗了两个 ATP 的能量，哎，听起来怪怪，对不对？来，我写出来，你就感觉会比较好一些些了。好，我使用了一个 ATP 分子，但是使用了一个 ATP 分子变成什么东西？变成 AMP 嘛，吼，那等同于怎样？消耗两个 ATP 的能量。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一般正常而言 ，ATP 放出能量是变成 ADP， 然后断掉一个高能磷酸键。注意哦，是这样子的情况哦。哦，所以消耗两个 ATP 能量哦，其实隐藏的用语是说，哎，你把两个 ATP 变成两个 ADP， 然后各拆解一个高能磷酸键，不就等于是一个 ATP 分子拆解成 AMP， 消耗两个高能磷酸，放出两个高能磷酸键的能量一样吗？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这个起始的阶段，我们就把它视为它使用了两个 ATP 的能量，好，使用两个 ATP 的能量。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个反应的过程，好，左边我就不带大家念过这些文字，而是要带大家知道一下一些小小的细节。好，首先第一个有一个东西蛮特别的，请看一下这个脂肪酸烯辅酶 A。好，脂肪酸烯辅酶 A， 同学注意，它不是 acetyl CoA， 是 acyl CoA，acyl CoA。好，这个要小心，因为太多人直接就是习惯念的 acetyl CoA， 而忽略了 acyl CoA 这样的情况。好，所以同学就是右边这边，右边这边就是你今天呢脂肪酸哈、哦、先连接辅酶 A， 好，那是消耗两个 ATP 的能量，两个 ATP 的能量，其实只有使用一个 ATP 分子，然后就变成这个东西，这东西就是左边说的脂肪酸烯辅酶。然后接下来呢，这个脂肪酸烯辅酶，我们的目标是切出什么？我们从这里要切断，这是我们想要的。但怎么切？一步一步来，中间的过程请你不用太仔细的知道。我们重点在生物学来讲是要知道说，你看哦，今天如果你要把那个脂肪酸烯辅酶 A 切出一个 acetyl CoA， 首先进来呢，哎，边分解的过程中就获得了高能物质 FADH2， 继续分解的过程中，哦，这边加了一个水，在继续分解的过程中又得到了一个 NADH， 哎，很赚哎，然后最后才终于真的把它切割开来。切割开来之后呢，就会怎样得到一个乙烯辅酶，好，然后去那个柠檬酸循环。那剩下来的部分呢？剩下这个部分你不要担心，因为它会帮它补一个辅酶 A， 重新变成少了两个碳的这个叫做脂肪酸烯辅酶 A， 再来一次。
好，所以同学，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吼，就是哦，原来每次只要断掉一个键节，产生一个乙烯辅酶，在这之前就已经先赚到了一个 FADH2， 还有一个 NADH。那请问同学，在这个断键的过程当中，我赚到了几个 ATP 的能量？来 ，NADH 是 1.5。FADH2 是 2.5， 所以每断一次你可以赚到多少？这样子的话是4个 ATP 的能量，断一次键节可以得到一次4个 ATP。 好，但是要小心这个断键的次数到底有几次。好，我现在立刻画一个简图示范一下给大家看。来，今天假设有6个碳，请问它可以断几次？切一刀，切两刀。同学们发现今天假设有3个碳，六个碳，那六个碳的话，等于是有三组 RCTO 口味要产生，然后扣掉一，好，就等于是断两次的键节。所以其实假设今天跟你说有 n 个碳的话，该怎么算呢？等一下我们就要来处理这个代数的问题，不过先放在心上。好，那所以反复这样的过程，最后就得到一堆 RCTO 口 A， 就可以变成怎样柠檬酸循环的能量。好，那同学，我们这边还要做一件事情，请问你 RCTO 口 A 一个可以产生多少能量？来，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在平常学到的有一个东西，在那个生物化学老师们会教的一个概念，就是背一个口诀：肥、碳、钠、腿。好，同学，肥、碳、钠、腿，大家知道哈，在呼吸作用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是 RCTO 口味出场呢？就是在那个克列博士循环的开头 ，RCTO 口味会进去，那经由一连串的反应产生那个各种能量出来。但是原来的数字写多少？回忆一下，原来的数字是写2462，真的有那么多吗？不要忘记，我的有氧呼吸里头，这个2462是两个 RCTO 口味的量，所以这个数字是错的。正确的数字应该是1231。好，为什么？因为这才是一个 RCTO 口味真正产生的能量。那一个 RCTO 口味到底产生多少能量？还在做精算哦，来继续算哦。FADH2一乘上 1.5， 好，所以等于 1.5。 好，再来，二氧化碳不会产生能量。那 NADH 呢？哦，3乘上 2.5 等于 7.5。 好，最后一个 ATP 不用做任何的换算，就直接是1。所以 1.5 加 7.5 加 1 点多少？来，等于 10， 等于10。也就是说，一个 RCTO 口味可以产生10个 ATP， 产生10个 ATP。好啦，那我们既然这边就已经了解到哦，到底怎么去做这个过程，好，首先要先怎么活化，然后再来每拆解一个键节会得到多少能量，得到的 RCTO 口 A 又可以得到多少能量，那我们就可以解决一件事情了。左边呢，这边是跟你讲反应过程，左下角呢是在跟你讲能量计算。好，那这个能量计算通通都有写好，说你里头到底是得到多少的能量。但是我们最好奇的事情是，你看最后这边。这边其实是以前我们在那个台湾的硕士班考试会看到的题目，说请问棕榈酸棕榈酸16个碳，那它分解会得到多少能量？对，下面你可以乖乖的按照这样子算。那原则上我也真的很支持同学说，在学习普生的时候用这样的方法去计算出 beta oxidation 到底得到多少能量，一步一步搞清楚。可今天很无聊，假设有一种题型，他问你说同学啊，我今天好若有 n 个碳的脂肪酸，好 ，n 个碳的脂肪酸，请问最后你怎么表示它能量产生了多少？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不要慌，不要急，要怎么做呢？其实心里头你只要好好念书，就是一步一步把步骤搞定。好，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起始。你就这样想，起始是怎样？我要消耗两个 ATP 的能量来活化那个 fatty acid 脂肪酸，变得 acyl-CoA， 好，变得 fatty acyl-CoA。好，第二个部分，断出，好，我们要断出 acetyl-CoA。好，断出 acetyl-CoA。等一下，我换个颜色会让大家比较好了解。来，所以这边是负二 ATP， 好，这是一开始。那断出 RCTO 口 A， 这个 beta oxidation 怎么进行呢？同学请注意哦，我有 n 个碳，那请问它等于将来会拆出几组 RCTO 口 A？n 除以2，好，因为两个碳两个碳一组可以变成 RCTO 口 A。啊，那刚刚也有讲到说，同学，我今天假设有10个 RCTO 口 A， 应该说 fatty acid 里头它假设有20个碳，
等于将来可以产十个 RCTO-CoA。那请问断几个间接？断九个，所以只要扣一就好了。所以这个间接是只要扣掉一个，哈。我今天有八个 RCTO-CoA， 中间只会断七个间接。那再请问大家，刚刚的计算是说，我今天每断一个 RCTO-CoA 出来，那个 beta oxidation 掉下来的那个过程，断键的过程会得到几个能量？刚算出来了，总共等于四个 ATP 的能量。好，因为是 1.5 个 ATP 加 2.5 个 ATP， 就是得到一个 FADH2 跟一个 NADH。好，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好，那在第三个部分，我们就是要把 RCTO-CoA分解得到的能量，好，那同样我们现在有多少个 RCTO-CoA？ 我们有二分之 n 个 RCTO-CoA 可以产生，然后总共多少？刚刚已经算过了，十个 ATP 的能量。好，那这样就结束了，就完成啦，就这么简单啦。也就是说，你最后的过程就是只要把这三件事情加起来就可以了。那我们继续算一下哈。好，所以正确的情况是负二加上二分之 n 扣一乘上四，再加上二分之 n 乘上十。好，那继续算，好，这个我没办法一颗眼睛直接看一看就算出来，所以我会通常算久一点，好，负二加上来二分之四等于二 n， 好，然后扣四，然后再加上二分之 n 乘十，哦，五 n， 好，所以最后的答案等于多少？五 n 加二 n， 七 n， 然后扣六，好，这个就是答案了。所以其实如果你故意一点，你就可以直接很聪明的带进去算，比如说刚刚的那个棕榈酸，你就可以带把 n 带16进去，所以16乘7减掉6啊，等于多少？16乘7 674127、112扣6啊，就等于106个 ATP。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这边，好，上面这边你看到，以棕榈酸16个碳分解来计算能量，结果好像上面没有整个算完，好，同学没关系，反正你知道它分解产生什么东西，你回去计算一下，说到底有多少能量的产生？你看这边有七个 FADH2， 然后七个 NADH， 应该不止哦，还有八个 RCTO-CoA， 八个 RCTO-CoA 你再乘一下嘛，乘以十等于八十，七个 FADH2 1.5 乘七，十点五，那七个 NADH 17.5 哈，我应该没算错了哈，好，所以这样加起来等于多少？ 27.5 28但是还要扣掉开头的2，好，这边是得到的总能量，所以得到108，但是不要忘记哦，我前面还要扣掉多少？还要活化的时候，好，请注意要扣掉活化的。活化脂肪酸就要提供两个 ATP 等级的能量，所以最后算出来等于多少？ 106， 有没有跟这个公式带出来的一样？有，完全一模一样。 OK， 好，所以这个 beta oxidation 我们就讲解到这。